一个盘子，五彩，画着侍女，侍女还是照镜子，还是在欣赏一件什么宝物。这个是清中晚期的这个盘子，那这釉第十代青，是绛口。绛口，它这个盘子是绛口，有23公分直径，人物的这个脸蛋的话的，那个鸭蛋形也是瓜子口脸吧，应该是，这个衣服，长裙。披带，坐在一个大石头上，后面动是菊花，是菊花，好像不是菊花，这是五彩的，不是粉彩，有用了白。雍正时代比较喜欢用白，但是这肯定不是雍正的，这是。那个底是原章原釉，有锯齿纹，那个，穿足18公分，很大的一个穿足很大。两个手都戴着镯子。